欸，这两只搭配不得不说长得是蛮妖魔鬼怪的。哎呀，牛啊！哟，刚突然发光，哇，他靠自己开光啊，牛逼！哇，整队都是 buff 机耶，赶超量的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清风视觉贵啊，贵是你的问题哦，不是清风的问题哦。啊，是贵。哎呦，很讨厌三井寿啊，他那个球路真的是很麻烦的。那主播没工伤是黑暗的问题还是主播的问题？干，是邱吉祥的问题哦。反正的球路到底什么时候改？不是，他船上不是本来就是技能才改变球路吗？要改三角。请问主播是要玩黑蓝二吗？聊天室都在聊黑蓝。这台本来就聊天台了，根本没有人在看，好不好？这边有仔灌高的可能不到十个。主播这边感谢你发影片，让黑蓝的夺宝大头卡可以自选。我啥听得不是很舒服啊？哎、欸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可以拿走我的球？主播全明星你会氪金吗？会啊。干，都他妈的有接到两部影片的工商，总要氪一下了吧？有意思意思吧？我们不是除不起耶，我们是不想除耶，你们要搞清楚状况耶。欸，这两只搭配，不得不说，长得是蛮妖魔鬼怪的。哎呀，牛啊！哟，刚突然发光，哇，他靠自己开光啊，牛逼！这个感觉是很擅长护木鬼的玩家。哎，这三井感觉会玩呢。他小孩跳太早了吧？为什么不寄信给黑蓝？真假？啊，看，哇，他拿到了，我被他投出去了。我觉得这种球路是最难抢的，这看起来像要落在旁边那个角角，然后却弹到那么高。不就成了跪着要饭的了吗？等新招。诶、欸、
没劲哦，妹妹。靠腰，跳太早。嗨打！这波乌克兰好像很熟，还是怎样的？双传起脚，三湘北，我现在没有那个湘北能力。好亮哦，我们这一队，三只都在发光哎，本身就有光的那种。干，我们这队超亮的，我本来就有光，然后那个木木本来也有双光。哇，现在又开了一个光，干越来越亮了，这队他妈超亮的，超级亮亮队，哇哇，哇对面很麻哎，很忙哦，先到。要搓多久？干得忙哦！我开光了，他要投了，100%，太懂这角色了。哇，整队都是 buff 机耶，干超亮的。感觉三井要的，让他开大吧，我感觉。哈哈哈哈哈！有这长谷川最后一个最完美的 ending 哎，哇，真是有趣的游戏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请搜寻 SisonB 或花之丸。